聊嘞，麻烦看一下好不好？行了。聊嘞，麻烦看一下好不好？很危险哎、欸。聊嘞，麻烦看一下好不好？很危险哎、欸。那他这个部分的违规行为，我们将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哦第78条的规定，那我们处罚这个新台币哦300元。在此呼吁哈、哦，家长带这个小朋友外出的时候哈、哦，要多加注意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动态，那也要不让这小朋友哦任意在这个道路上哦这个嬉闹或嬉戏。